欢迎来到那提是杯咖啡，我是那提。这一次要开箱雅尼克的双层巴斯克烧布丁口味，这是他们最近出的新口味。然后它原味的话是巴斯克蛋糕，然后上面多了一层烧布丁。先把它放桌面，它每一盒里面都还会附餐具，在下面这边一组餐具跟小刀叉。好，先来下第一刀了。店员有跟我说，如果巴斯克太黏的话，可以先用温水泡过刀子，这样会比较好切。然后它下面会有铺一层纸，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连纸也一起吃下去哦。平时都是喜欢吃它巴斯克原味，因为它的 cheese 味道也是很浓郁的。不知道上面多一层烧布丁味道如何？感觉它的布丁味道没有特别的突出，可能下面的 cheese 味道比较浓。虽然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布丁香，但是其实味道还是把它盖过去比较多。如果要我选择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选择买原味。今天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喜欢我就订阅我，按赞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